但是出世间的那一种快乐，他可以以贪来止贪。本来是贪心啊，这种是贪心，你贪快乐本身就是一个贪心。你打坐出现法的快乐，你有时候会贪心啊，贪心那一种快乐。但是这种快乐能够胜过男世间男女的快乐，就能够以贪尽贪，以这样子修法的快乐来阻止男女世间的快乐，这个叫做以贪止贪，用贪心来止贪。因此呢，以这个贪呢、啊，修行到最后变成佛。你把贪都给它阻止掉了，你就成佛了。